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汪胜。我们今天来开箱，B130 天空骑士全套。我没有买过天空骑士，不过我这边是有一个只天空骑士，可是这只的话是跟我之前那个朋友换的。红色的版本，今天我们来开箱是蓝色版本跟白色版本，就是全套。我们这就跳过这里，来给大家看一下打开后的样子吧。Go，这个是01，怕大家无聊，我先放音乐吧。好的，我们回来了，这来介绍吧。首先从01开始，这是我们天空骑士，配置是12铁、一环，还有我们的 ET，哦，这 ET 超顺，这是天王紧致度，还不赖。接着02也是天空骑士，白色的。配置是11铁、FR 轴、凤凰的那个，接着是03，我们紫色的重色凤凰，哦，很紧，它装大气轴，配置12铁、F 大气，哦，真的紧。04地狱火蜥蜴。白色的，很美，所以这只我不贴贴纸。配置，没星星的正版13铁，B dash，我终于有 B 走了，而且是大气的，金，05，危险三头犬，这次也很紧，这颜色的，很漂亮，一定会贴贴纸。配置四铁，NR。大喜，传说巨神的轴。接着是这包很划算的帝王魔胶，配置没星星的13铁，又一个 N 环，它的是 S 轴。重点为什么是这个帝王魔胶呢？上面有。等级徽章，这里绿色的，超自一是在安装的方式，翻到背面装上去就好。好，这只的话，我忘记了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烈焰飞凤啦。配置的话，磁铁 T 环，圣剑的 SW。接着是最后一只08极地银狼，配置超好的零铁一环跟 AT 轴，哦，超顺。好的，这就是我们介绍烈焰飞凤、极地银狼、帝王魔胶。危险三头犬、地狱火蜥蜴、重生凤凰，
天空骑士原色，天空骑士异色就是白色，入境的天空骑士红色版本，三种版本都一样没。好的，请他下来。第九，好的，我们这就来贴贴纸。地狱火系我就不贴。好的，我们已经贴完贴纸了，一样的地狱火系不贴。来看天空骑士，哦，好帅，贴好的。新的一环两个，因为我是买全套。好的，接着是零二，哎呀，零二天空骑士也是很美。零三，紫色的重生凤凰，帅。好的，零四的话就不用看，因为我没贴。零五，危险三头犬，贴完贴纸版本。接着是帝王魔胶，零六的，好漂亮。在烈焰飞凤一样很美，在零八最后一号极地银狼。那么我们拍完他们的贴完贴纸的样子之后要干嘛呢？来对战吧 Go。 好的，我们分好组别，我们的第一组极地银狼对上烈焰飞凤，我们就去上音乐 Go。 好的，烈焰飞凤，被淘汰，因为我们只打一分。极地银狼刚刚第一局跟他平手。好的，第二场，紫色的重生凤凰对上帝王魔胶 ，Go。
好的，帝王魔教获胜，我们有上音乐，接着换危险三头犬跟天空骑士对决零二的 Let's go。好的，恭喜由我们的天空骑士打败地狱火蜥蜴。那么我们分别胜出的有我们的零一极地银狼啊，帝王魔胶，天空骑士零二。那么我们就打，分别再打一场对决。对了，发射器我使用的是这两把。我让我们的零一天空骑士对上极地银狼，零二天空骑士对上帝王魔胶，上音乐 ，Go。失误失误，我没发现场上还有零二，所以再次。零一爆裂胜利，那么就是我们的零一对上零二冠军战 ，Go。刚刚我看了一下是零二，所以是获胜的是零二。好的，恭喜我们这次零二获得冠军，零一得到第一，不是第二名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我们这次影片，如果喜欢请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别忘了自己开小铃铛，才会收到我一则新影片的通知哦。
那我是王胜，我们下次见。